就是选手啊的要求就是榫头的平整，不可以放掉它就掉下来。各式各样榫头，大概我们都练了上千颗。国际竞技赛的条件是22岁以下，而且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。And the gold medalist is 许立修。我是苏学义，我就是这样。